由通过这一个点哦，那这个点呢，就是我们上面这个式子哦 ，P 0这个点哦，那而且呢，要跟这个 U 向量平行哦的直线向量式哦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就按照上面这个式子呢，直接就把答案写下来了哦。这个直线的向量式呢，它就是 x y 哈、哦，它等于什么呢？等于这个负三二哈，然后再加上呢 t 乘上哈、哦，这个 u 向量哈、哦、，u 向量就是四五哈，这就是向量式的哈、哦。那因为它这个是直线哈、哦，不是射线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个 t 哈、哦，它的范围呢是整个时速哈、哦，好、哦，整个时速。那如果 t 是0的话呢，同学可以看到这个指点齁就是在负三二这一点齁。